精彩演出获得满堂喝彩。屯区音乐中心下半年度假日广场系列活动即将在29号这个礼拜天开跑，活动预告记者会上就让观众朋友抢先感受大师级的音乐魅力。包括有非洲鼓铜管乐，然后还有国乐，然后弦乐，然后吉他，还有尺八、笛子，还有陶笛，有八场次。这次我们邀请其实都是还是蛮知名的团体，那他们在各大媒体或者是说各场次的演出都是带给民众很多的欣赏的一个空间。那这一次我们是把它拉到户外，户外的话就是跟民众会比较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那民众就不会觉得说音乐是这么遥不可及这样。29号8月4号一直到我们的11月11号，涵盖四大音乐主题，横跨8周的音乐表演，观众朋友可以听到非洲鼓和铜管，以及难得一见的尺八与陶笛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不只能一饱耳福，还有文创摊位让你边逛边玩。每一次我们都有不同的文创摊位会来做现场的做，比如说人体彩绘啊，或者是一些教学。然后我们希望说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带给小朋友或者是民众就是有一个互动，就是乐器教学的互动，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寓教于乐。想出门走走又不想花钱，除了去百货吹冷气、书店看书之外，不妨到屯区艺文中心，让 Life 音乐秀陪你度过悠闲的假日午后。记者吴一婷，台中报道。